没有差的很多啊。白色是检查正常啊，没做检查正常，包括甲状腺看起来功能比较偏低一些些哦，哈，嗯，其他就是基因检查是稍差一点点，没有差太多，差一点点而已。焦虑程度八年正常26分20分，所以稍差一些些了哈，其他就是短时期比较差一点，其他还好。接下来的话，下一步就跟做进一步的智能评估。我们会再检查一个肝肾功能看一下哦，然后在下个月9月2号再回诊，那一天会做整体评估。好，再安排去抽个血，来抽个肝肾功能检查看看。那不一样的东西，现在看肝肾功能有什么异常哈。另外的话，就等到下个月这个9月2号再回诊哦。9月2号那天9点半要准时要到来，我们那边有心理师、护理师、社工一起帮你做详细检查。当然检查以后确定他有没有问题哈。所以现在还没有做那个心理师、护理师的。已经做过一次简单的，下次9月2号那天早上9点半要到这边来哈，我们再评估。当然那天需要3个小时时间哦。先照顾他的人要起来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那待你拿到，到时候会一起来哦。这个是跟我是独居老人有关系。没有一定，你现在有一点问题，但是看起来也不是很严重呢。可能下次检查完以后才能确定怎么样哈。因为我一个人很孤独嘛，又没人讲话，也没什么。看起来是你是独孤，可能是正常老人呢。独居老人，独居老人啊。不正常你怎么办啊，你一个人叫地地不灵，叫地地不灵。好，可以预约9月2号那天再回门诊哈。老师出血，嗨，老师出血，干嘛？啊，做检查。来检验吗？来，那给我。我上次不来了，老师来一次，来一次。啊，对啊，先去，去了再来嘛。我这个出血了，握拳头，握紧啊。我不抽血，我就是转过去。再过几年才疼，过几年才开始啊！因为是老是抽血，我就想不死。那你们早一点死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抽血吗？啊，我不抽血。好，我不抽了，真的，我不要抽，我死掉了，不是就是要死掉就算了呗。哎呀，抽血了，又是弄这个弄那个来死，没有，快放不来了。他只抽一点点，一管一管了，一苦啊，自苦不过。不要，忍耐一下，抽一点点就好了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真的我不抽了，我死掉就死掉了，我要抽血，我又没有病，零管子回去抽，我病了就死掉就算了，那这也没有什么嘛，就麻烦，反正呢，没有规则，不自由或者怎样，没有，那就要抽吗，小姐？续成一年，对，条件都跟之前一样，一样。那利率要改成机动的吗？还是一样固定？固定利率。
到期要不要通知？啊？到期要通知？你能通知最好了。号到八号柜台办理解决。那个，下来背后柜台办理收箱。好，我们先唱一次，从头，好吧？好。唱一次，我们先唱一次。嗦嗦啦嗦啦西哆嗦，啦西哆啦发啦嗦。嗯，然后下一句呢？再一次，嗦嗦啦嗦啦西哆啦，西哆西啦发嗦咪。嘿，很好，那你现在吹。对对对，从第一句吹到第二句哈。啊。嗯。就是这两句，把它吹熟了就好了，好吧？好好啊，你赶快吹熟啊！嗯，先练唱一次，唱一次，吹一次就不会，嗯。嗦嗦啦嗦啦西哆嗦，嗦嗦啦嗦啦西哆嗦，啦西哆啦发啦嗦。